来，同学，我这嘛吼，目前我要把它换位置，这么换位置个当，诶，这么你当个干那个电脑给它好啊呢？真奇怪呢，为什么呢？奇怪啦。来，不管哦，我这嘛要把它移到下面去，等下，这个要调整一下，因为现在。有在直播线上的高人爱给他看者，迄但是即摆你甲看过安尼，安尼甲动过，敢若佫看了佫啊，佫水水呢，这奇怪，要紧啊！来，这个有没有办法整只把它抓起来，来试试看看哦。我啊，规只抓起来好啊，赞成规只抓起来，煞规只抓起来，若是讲袂当抓啦，啊，但是我抓看卖好个，注意者。石头放好，等下讲话，啊，伊拄啊破的，好笑的。先这样子啊，放安尼，放安尼，好。把东西要抓了哦，袂当硬抓啦，轻轻安尼就对啊。人讲先甲压着，先甲摸个触角看嘛，会粘无？啊，袂粘，袂粘啦。好，轻轻抓安尼还好啦，它没有粘得很紧啦。这讲若大个八也是啊，爱做注意。我要开电火，无啊，倒好，无要紧，慢慢挖。我敢有动着啊，动着吼，较边仔许个，较过，会安尼。白龙血用这个调整，另外清洁一下鸡喉，你看，来哦，轻轻的把它拨哦，这袂当伤大个，我无去竖条个哦，然后胶带我袂当拨哦。背袂起来呢，完全输了呢，完全抓住了。安尼卖背好惊死！我这个整个这一块整个把它移下来好了，看一下，你看它就像那个烂扒皮一样，完全都失去弹性，你有看啊？像烂扒皮一样啊！失去弹性，无法度，所以即长歹。我看卖个先看会起来无啦？先暂停者，来，白龙穴弄好之后，安尼用直播观众较袂迄落，底部啦，底部已经，底部感觉上好像。状况毋是讲真好，我是感觉是小可家己扭者，豆豆扭应该是还好咧。敢有要扭还是卖扭？我觉得不要抓好了啦。赞成抓抓紧嘞，别压哟。伊边仔剩夹一寡寡尔咧，夹一寡寡安尼敢有要用？啊摸的话，它已经不会粘的啦。我看安尼敢会死，看一下哦。卖就好，我直接把它移位置好了，把它移在下面。我咧看爱扩缸啊，没有地方可以放了。来，这一块拿下来，要让它在下面。我买，无地坑呢。还没弄，怎么办呢？因为这多利的捆呢，这条不能给它拿开，这个放到下面去塞住，唔知要安怎呢？无紧，先暂时的就好，看看你才走得出来无？就是先放安尼，放安正歹呢。放安正歹呢。因为我发现伊即马足惊光诶啦，很怕光。我把它放回原本，安尼好，甲囥安尼，安尼嘛毋对咧。赞成扩缸，煞扩缸去咧。
甲放较边仔安尼许个，放进去。用这伊拄仔讲破好笑哦，啊，完全无法度个，完全无法度，安尼要安怎咧？即只孔雀蛤先过，孔雀蛤先来吃，我再暂时安尼甲弄入去。哦，我的昆虫，白龙血得逞啊！白龙血得逞啊！啊，白龙血佫输位啊，佮硬死。啊，硬着倒，无倒，无倒啦，要安怎？完全没办法诶！啊，无来刷来接啊，接来刷位啊，这个先拿开，因为这个多利在睡觉这边，我不能把它破坏，先刷来接好诶。这先杀过来，先安尼，好，吃，无要紧，安尼，这已经出此下策了。真麻烦呢，那这机讲讲下，安尼好啊，安尼看卖啊，哎，它那个侧面这样会不会活？侧面咧干活，我想一下哦。经过线上的高人，甲迄落了，我即摆想讲吼，这个我就尽量不要让它照到光啦，安尼啦，先莫照着光好，安尼啦，先用这种方法啦，甲抓咧咧，啊，先安尼好啊。啊，这只管虫赶快放伫遮，因为这只管虫，我感觉管虫它需要，伊可能嘛是要有一个珊瑚迄落啦。伊只管虫状况还不错，有伊有咧大，所以我感觉这袂当甲伊乌白用，不要移位置，因为它下来有一些漂浮的东西，它可以吃。我家己伫遐想的啦，我伊管虫嘛有金嘛，它在这边还是漂的蛮顺的。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不把它换位置了。嗯，好，管虫赶快呢。啊，这阵嘛先暂时还要抓咧个。看一下，安尼敢好？但是水流无滚，唔知迄条无。那我看者。给它调整一下位置，安尼啊，对，安尼鱼佫加一个洞，好，安尼好，这嘛是爱囥个温，莫留了，玻璃破了好吃，哎，安尼好，安尼会使，鱼佫会当有一个洞会当走，触手没有粘，不会粘的，我刚刚有测试过。所以我就感觉足歹啊，未粘就感觉足歹笑的。主要把那个光线改抓咧，要抓光，光线遮住，看一下，安尼这样做死板的。这样太死板了，我紧白龙雪哥来想一下，白龙雪是做好想代志的 YouTube 的，白龙雪做好想的啊，我知啊，这个先放在这边，先藏咧，靠下咧，一手都歹用的。来，这个拿下来，
放在这边，坑嘞。同学，这只树枝找我，应该是爱有水流较好嘛，对不对？这是咪米粉哟？水流的话，伊吸收伊的物质嘛，敢是安尼？我这怎么甲砍嘞？我是那鱼胶的感觉，啊，要甲冻掉嘞。先安尼好啊，我等下想办法走出来。这个先翻过来，免等下讲一破啊！得得得得得！哦，安尼先甲抓咧咧，倒摔落。安尼歹，安尼嘛毋对。这条坑安尼，因为我不要看有空间好走啊。等一下，来，后来。先暂时用这样子，然后让那个光先没有办法渗透到下面，先试看看呢。哎呀，无嘛无法度啊。好啊，感谢线上这些同学指导。搬移之后，经过7天，目前来看好像状态有变比较好哦。有没有觉得？哎，有呢，来嘴型较走出来呢。啊，白同学赢。哦。有啦，有啦，那个萨库的那个形状又出来了。哎、欸、呀，那真正白龙血赢呢，真的呢，有呢，有的说有见呢，啊，但是一个什么讲什么共生藻伤少，这个小可有特别的那种迹象有无？有，但是我感觉伊迄个形小可走转来，有啦，有啦。哦，哦，哇！那白同学得逞了呢，得逞刷得逞去呢，所以养海水就是爱细，迄个啥仔细来研究，好，谢谢收看啦、啊。